是一种超太脏了那边。香港也有厕所哎、欸，香港也有厕所，可以洗手有水，什么意思？香港就是它也可以洗手。不好意思啊，这个啊有一点，不是因为我妈妈说我要带我来吃云吞面啊，云吞面啊，对吧？香港厕所啊，尿尿啊，云吞面。云吞面跟尿尿什么关系？笑屁啊！好肉质。你拍他。拍了。你上去。你坐上去。装大腿，装大腿。这边有厕所吗？香港也有厕所，知道？我们来之前都不知道。是还没有。啊？之前还没有厕所。香港到今年，直到今年他们才学着用厕所。为什么他们都在这边呢、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看照地上，为什么要这些花纹？就是要掩盖脏的时候，对。就有一坨大便在这边，他也不会发现。我不跟你讲，你不知道。走了，哎、欸，我们不要走这个吗？他要滑步。Please don't take up moving on the handrail and mind your step. 是在干嘛？像啊，真的很像。我们要在外面拍比较像，然后从画面这边然后又过去。那你先跑出去，你先跑出去，我后面还有一段。真的。像不像啊？开玩笑，没有人笑我。前往最近快入境手续，特别向行李嘅旅客，请准时落车。旅客可以使用升降机前往到港层。我真的把那鬼领走啊！走狗啊！列车即将到站，前往转机办登记手续及认领东啊，广东，请于本站下车，旅客可使用升降机前往。广东哥啊！哎呀，哪有？早点下车吗？快点嘞！下车了。要往电车。小爱，好想搞乜嘢？你知你喺搞乜嘢啊？老公，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还说什么？他被龟苓膏，你唔知啊？龟苓膏。来啊！看到长大好久辛苦，谢谢。捕捉香港再拍，捕捉香港这边。没有没有，我跟林嘉欣没关系，我跟林嘉欣。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过了这个门就要去香港了。小明在香港，他现在要回来了。我要回台湾了。好，怎么了？啊？你遇到什么挫折了？我要回台湾啊。也不是走这边。耶、yeah ，
我要踏进香港了，踏进来了。还吃肉早就是，早就是。哎、欸，刚刚海关不算好不好？过海关就算好啊。过海关了，算了。难吗？没转就行。你以为上面有什么寿司吗？好，好，拜了。超久了，拿到新的新的是，我跟那个没有关系，我嘉欣没关系，绝对没关系。我没有要去度假。那你此没有跟他结婚，目的是我没有跟他刚交往，全部说出来。是不是啊？没有期待。哎、欸，你刚刚遇到了挫折，你想要什么？就是车票。哎，现在是要现在是。他们可以买八达通卡。这个口味是塞比。谁想要买卡？我都没有。多恶心啊、yeah. 爸爸我需要吐痰吐痰超狠的、啊、那边了那边了哇现在要去去哪里啊你拿到了没有没有你没给他怎么做哦、有这种危险！我看他刚好险好险，他在照相，没给他卡哦。差点去不了亲，差点去不了亲。说是要重新再买，难一名，没花。又讲，差一点毁了我们的香港。又讲了笑话，对，怎么斯巴达卡？我们要讲笑话，好像很幽默，还自己笑五分钟。哎、欸，有歌听哎，大老远来香港直播歌听，哎、欸。市场快线呢？哎呀！嗯，很快线啊！我跟你讲，不是一般人看得到。你要拿着这个票，机场快线，你拿走。机场快线来。看不见？哎，嘿，真的呢。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哦。我香港自己拍，你们年轻人是没经验的。OK， 不要拍了，这不能跟别人讲，你这段要剪掉。白目，真是白目。耶、yeah, ，我们要搭上时光隧道，快线了。对，香港，要六十块。帮我们省这一段，要六十块。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啊！结果对面是青衣。第一个牌子，哎、欸，有那个哎、欸，来了、欸，电车，好，这个，是吧？那我们还，我们在这边干嘛？哎、欸，啊，不用先逼逼吗？他们有那个门，那我们要这票干嘛？跟着1号走脚步，啊，1号走，好帅。哇，这个车厢，车轮有点不太大了，车厢太小了，至少不用 BB 啊、欸。对啊，那我们买这卡票。哎、欸，那个，哎、欸，这个、啊，很奇怪，很好坐，还是不好坐的。哇，哎、欸，你们进来就上，不好意思。